十三号码啊。报案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三案。讨论事项第十三案，陆海空军欣赏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于105年6月20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由刘召集委员释方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国防部就委员提案提出报告，另请国家安全局等机关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即对法案进行审查及讨论，将全案审查完竣。原决议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蔡委员适应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蔡委员适应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陆海空军欣赏条例，请宣读条文第六条。第六条，忠勇勋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军人抵御外侮英勇作战，负伤不退者颁给之。陆海空军军人于执行任务时，为保卫民众，忠于职守，表现超越寻常之英勇行为，足资金饰者颁给之。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六条，忠勇勋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军人抵御外侮英勇作战，负伤不退者颁给之。陆海空军军人于执行任务时，为保卫民众，忠于职守，表现超越寻常之英勇行为，足资金饰者颁给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陆海空军欣赏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继续讨论事项第十四案。讨论事项第十四案，农会法第2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05年6月20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林岱化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翁章良等列席，就委员提案提出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与会委员听取报告并经询答后，旋即进行逐条讨论，将全案审查完竣提报院会讨论。经表决后，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推请林召集委员代话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代话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国民党党团提出异议，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现在继续讨论事项第十五案。讨论事项第十五案，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6月6日举行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联席会议，由徐兆琪委员国勇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由黄委员国书说明提案旨趣，并邀请财政部政务次长苏建荣列席回应委员提案及答复委员质询，另亦邀请教育部等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并经充分讨论后，原完成本案审查，审查结果照案通过，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徐兆琪委员国勇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本案召集委员徐委员国勇已辞去立法委员职务，所以我们就不再做补充说明。好，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益彩券发行条例，请宣读条文第四条。第四条，公益彩券之发行由主管机关指定银行（以下简称发行机构）办理之，其发行、销售、促销、开兑奖作业、管理及其他相关事宜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发行机构经主管机关同意，得委托适当机构办理各类公益彩券之发行、销售、促销、开兑奖作业及管理事宜。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四条，公益彩券之发行由主管机关指定银行（以下简称发行机构）办理之，其发行、销售、促销、开兑奖作业、管理及其他相关事宜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发行机构经主管机关同意，得委托适当机构办理各类公益彩券之发行、销售、促销、开兑奖作业及管理事宜。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十六案，讨论事项第十六案，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修正部分条文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6月2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林兆琪委员淑芬担任主席，并邀请卫生福利部林部长奏言等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旋即进行缜密讨论。本案业经审查完竣，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2条第一项规定，将本案退回，通知卫生福利部更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林兆琪委员淑芬补充说明，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淑芬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2条第一项规定，做如下决议：一、通知卫生福利部更正；第二，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决议，一并送卫生福利部。现在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17案，废弃物清理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4月11日、5月25日分别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林兆吉委员淑芬担任主席，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副署长张子敬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复于105年6月20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继续审查本案，并将委员刘建国等16人拟具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入审查。会议由林兆吉委员淑芬担任主席，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李应元等以及经济部等机关代表分别应邀列席说明。与会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林兆吉委员淑芬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召集委员林委员淑芬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民进党党团提出异议：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现在继续讨论4项第18案：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第8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6月15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卢兆吉委员修彦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由委员曾明宗说明提案旨趣，并邀请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执行秘书苏建荣列席回应委员提案及答复委员质询。另一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并经充分讨论后，原完成本案审查。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卢兆吉委员修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卢委员修彦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请宣读条文第8条。第8条，因国内外重大事件、国际经济大幅移动，显著影响民众信心，致资本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有失序或有损及国家安定之余时，得经委员会决议，动用第4条第1项之可运用资金办理下列事项：一、于证券集中交易市场或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有价证券；二、于期货市场进行期货交易；三、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之事项。前项资金之动用、操作、规划之执行，得委托专业机构办理之，其委托相关事宜由委员会定之。委员会决议做成第1项决议后，应于3个月内将做成决议之报告送立法院。宣读完毕。第8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1条。第11条，本基金于达成安定金融市场任务后，就第8条第1项之操作标的应适时予以处理。本基金应于达成任务后3个月内，将运用资金额度以及相关评估报告送立法院。宣读完毕。第1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八条，因国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移动，显著影响民众信心，致资本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有失序或有损及国家安定之余时，得经委员会决议，动用第四条第一项之可运用资金办理下列事项：一、于证券集中交易市场或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有价证券；二、于期货市场进行期货交易；三、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之事项，前项资金之动用、操作、规划之执行，得委托专业机构办理之。其委托相关事宜，由委员会定之。委员会决议做成第一项决议后，应于三个月内将做成决议之报告送立法院。第十一条，本基金于达成安定金融市场任务后，就第八条第一项之操作标的，应适时予以处理。本基金应于达成任务后三个月内，将运用资金额度以及相关评估报告送立法院。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第八条及第十一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九案，期货交易法第107条及第1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6月15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卢兆杰委员秀彦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除请提案委员曾明宗说明提案要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丁主任委员克华列席回应委员提案并答复委员质询外，另亦邀请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提案要旨说明及主管机关首长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卢兆杰委员秀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卢委员秀彦补充说明。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期货交易法第107条，请宣读条文。第107条，下列各款之人直接或间接获悉足以重大影响期货交易价格之消息时，于该消息未公开前或公开后十八小时内，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义买入或卖出，或使他人从事与该消息有关之期货或其相关现货交易行为：一、期货交易所、期货结算机构、期货业、期货业同业工会、证券交易所、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或证券商同业工会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受雇人或受任人；二、主管机关或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公职人员、受雇人或受任人；三、基于职业或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四、股票期货契约或股票选择权契约之标的、证券发行公司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受雇人或受任人及持有该公司之股份超过10%之股东；五、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受任人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受雇人；六、丧失前五款身份后未满六个月者；七、从前六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之人，前项规定于董事监察人之代表人准用之。宣读完毕。第10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112条。
第112条，违反第106条、第107条或第108条第一项之规定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于犯罪后自首，如自动缴交全部犯罪所得者，减轻或免除其刑，并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项之罪，在侦查中自白，如自动缴交全部犯罪所得者，减轻其刑，并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减轻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一项之罪，其因犯罪获致财物或财产上利益超过罚金最高额时，得于所得利益之范围内加重罚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一、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期货交易所或期货交易所业务；二、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期货结算机构；三、违反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四、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杠杆交易商；五、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期货信托事业、期货经理事业、期货顾问事业或其他期货服务事业；六、期货信托事业违反第84条第一项规定，募集期货信托基金。宣读完毕。第11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107条，下列各款之人直接或间接获悉足以重大影响期货交易价格之消息时，于该消息未公开前或公开后18小时内，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义买入或卖出，或使他人从事与该消息有关之期货或其相关现货交易行为。一、期货交易所、期货结算机构、期货业、期货业同业工会、证券交易所、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或证券商同业工会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受雇人或受任人；二、主管机关或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公职人员、受雇人或受任人；三、基于职业或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四、股票期货契约或股票选择权契约之标的、证券发行公司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受雇人或受任人及持有该公司之股份超过10%之股东；五、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受任人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受雇人；六、丧失前五款身份后未满6个月者；七、从前六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之人，前项规定于董事、监察人之代表人准用之。第112条，违反第106条、第107条或第108条第一项之规定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于犯罪后自首，如自动缴交全部犯罪所得者，减轻或免除其刑，并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项之罪，在侦查中自白，如自动缴交全部犯罪所得者，减轻其刑，并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减轻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一项之罪，其因犯罪获致财物或财产上利益超过罚金最高额时，得于所得利益之范围内加重罚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一、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期货交易所或期货交易所业务；二、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期货结算机构；三、违反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四、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杠杆交易商；五、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期货信托事业、期货经理事业、期货顾问事业或其他期货服务事业；六、期货信托事业违反第84条第一项规定，募集期货信托基金。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期货交易法第107条
及第112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20案，记账事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先于105年3月23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卢兆吉委员休演担任主席，召开第一次审查会。会中由财政部张部长审核说明修正要旨，并完成询答及大体讨论后决议，尚未审查完竣，另择期继续审查。本院财政委员会复于105年6月29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卢兆吉委员休演担任主席，进行第二次审查。会中除由财政部苏政务次长建荣列席回应及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外，亦邀请卫生福利部及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及主管机关首长说明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卢兆吉委员休演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卢委员休演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记账事法第4条，请宣读条文。第4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记账事。一、曾因业务上有诈欺、背信、侵占、伪造文书等犯罪行为，受有期徒刑1年以上刑之裁判确定，但受缓刑之宣告不在此限；二、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三、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四、曾服公职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五、曾服公职而受免除职务处分，自处分确定日起尚未届满5年。六、受本法所定除名处分。有前项第一款或第6款情事已充任记账事者，撤销或废止其记账事证书；有前项第一款情事如已执行完毕或一步之执行而赦免已满3年者，仍得依本法之规定充任记账事及请领记账事证书；有第一项第二款至第5款情事已充任记账事者，停止其执行业务，原因消灭后，仍得依本法之规定执行业务。宣读完毕。记账事法第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4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记账事：一、曾因业务上有诈欺、背信、侵占、伪造文书等犯罪行为，受有期徒刑1年以上刑之裁判确定，但受缓刑之宣告不在此限；二、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三、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四、曾服公职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五、曾服公职而受免除职务处分，自处分确定日起尚未届满5年。六、受本法所定除名处分。有前项第一款或第6款情事已充任记账事者，撤销或废止其记账事证书；有前项第一款情事如已执行完毕或一步之执行而赦免已满3年者，仍得依本法之规定充任记账事及请领记账事证书；有第一项第二款至第5款情事已充任记账事者，停止其执行业务，于原因消灭后，仍得依本法之规定执行业务。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
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记账事法第四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21案，保险法第146条之5及第16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6月29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卢兆杰委员休演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丁主任委员克华列席回应委员提案，并答复委员质询外，亦邀请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首长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卢兆杰委员休演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卢委员休演补充说明。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意无意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保险法第146条之5，请宣读条文。第146条之5，保险业资金办理专案运用、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投资，应申请主管机关核准，其申请核准应具备之文件、程序、运用或投资之范围、限额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前项资金运用方式为投资公司股票时，其投资之条件及比率，不受第146条之1第一项第三款规定之限制。第一项资金之运用，准用第146条之1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保险业资金办理公共投资符合下列规定者，不受前项限制：一、保险业或其代表人担任被投资公司董事监察人者，其派任之董事监察人席次不得超过被投资公司全体董事监察人席次之三分之一；二、不得指派人员或聘为被投资公司经理人。宣读完毕。第146条之5，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68条。第168条，保险业违反第138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或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业务范围之规定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锾。保险业违反第138条之2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七项、第138条之3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赔偿准备金提存额度、提存方式之规定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锾。其情节重大者，并得废止其经营保险金信托业务之许可。保险业违反第143条规定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锾。保险业违反第143条之5或主管机关依第143条之6各款规定所为措施者，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保险业资金之运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锾，或勒令撤换其负责人，其情节重大者，并得废止其营业执照。一、违反第146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第七项或第六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设账簿之管理、保存及投资资产运用之规定，或违反第八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保险业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条件、交易范围、交易限额、内部处理程序之规定；
二、违反第146条之一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或第五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条件、投资范围、内容及投资规范之规定，或违反第146条之五第三项或第四项规定；三、违反第146条之二规定；四、违反第146条之三第一项、第二项或第四项规定；五、违反第146条之四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规范或投资额度之规定；六、违反第146条之五第一项前段规定同条后段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范围或限额之规定；七、违反第146条之六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申报方式之规定；八、违反第146条之七第一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放款或其他交易限额之规定，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决议程序或限额之规定；九、违反第146条之九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保险业依第146条之三第三项或第146条之八第一项规定所为之放款无实足担保或条件优于其他同类放款对象者，其行为负责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并科新台币2000万元以下罚金。保险业依第146条之三第三项或第146条之八第一项规定所为之担保放款达主管机关规定金额以上，未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者，或违反第146条之三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放款限额、放款总余额之规定者，其行为负责人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第168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146条之五，保险业资金办理专案运用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投资，应申请主管机关核准，其申请核准应具备之文件程序、运用或投资之范围、限额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前项资金运用方式为投资公司股票时，其投资之条件及比率不受第146条之一第一项第三款规定之限制。第一项资金之运用，全用第146条之一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保险业资金办理公共投资符合下列规定者，不受前项限制：一、保险业或其代表人担任被投资公司董事监察人者，其派任之董事监察人席次不得超过被投资公司全体董事监察人席次之三分之一；二、不得指派人员或聘为被投资公司经理人。第168条，保险业违反第138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或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业务范围之规定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款。保险业违反第138条之二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七项、第138条之三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赔偿准备金提存额度、提存方式之规定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款，其情节重大者，并得废止其经营保险金信托业务之许可。保险业违反第143条规定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款。保险业违反第143条之五或主管机关依第143条之六各款规定所为措施者，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保险业资金之运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款，或勒令撤换其负责人，其情节重大者，并得废止其营业执照。
一、违反第146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第七项或第六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设账簿之管理、保存及投资资产运用之规定，或违反第八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保险业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条件、交易范围、交易限额、内部处理程序之规定。二、违反第146条之一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或第五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条件、投资范围、内容及投资规范之规定，或违反第146条之五第三项或第四项规定。三、违反第146条之二规定。四、违反第146条之三第一项、第二项或第四项规定。五、违反第146条之四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规范或投资额度之规定。六、违反第146条之五第一项前段规定、同条后段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范围或限额之规定。七、违反第146条之六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申报方式之规定。八、违反第146条之七第一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放款或其他交易限额之规定，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决议程序或限额之规定。九、违反第146条之九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保险业依第146条之三第三项或第146条之八第一项规定，所为之放款无实足担保或条件优于其他同类放款对象者，其行为负责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并科新台币2000万元以下罚金。保险业依第146条之三第三项或第146条之八第一项规定，所为之担保放款达主管机关规定金额以上，未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者，或违反第146条之三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放款限额、放款总余额之规定者，其行为负责人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保险法第146条之五及第168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22案，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5月19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王召集委员玉敏担任主席，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署长江玉美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召集委员玉敏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玉敏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六条，请宣读条文。第六条，维持现行条文。第六条，维持现行法条文，请宣读增订第23条之二。第23条之二，
化妆品制造、输入或贩卖业者于国内进行化妆品或化妆品成分之安全性评估，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外，不得以动物作为检测对象：一、该成分被广泛使用，且其功能无法以其他成分替代；二、据评估资料显示，有损害人体健康之余，需进行动物试验者，违反前项规定之化妆品不得贩卖。第一项以动物作为检测对象之申请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增订第23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27条。第27条，违反第7条第一项、第8条第一项、第11条、第15条第一项、第16条第一项、第17条第一项、第18条第一项或第23条第一项禁止规定之一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金，其妨害卫生之物品没收销毁之。违反第23条之二第一项或第二项禁止规定者，处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锾，其妨害卫生之物品没入销毁之。违反第23条第一项、第23条之二第一项或第二项禁止规定之一，情节重大或再次违反者，并得命其歇业及废止其公司、商业、工厂之全部或部分登记事项。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厂有第一项情事者，除处罚其行为人外，并对该法人或工厂之负责人处以该项之罚金。宣读完毕。第2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35条。第35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本条例中华民国105年10月21日修正之第23条之二、第27条第二项、第三项有关违反第23条之二规定部分，自公布后3年施行。宣读完毕。第3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23条之二，化妆品制造、输入或贩卖业者于国内进行化妆品或化妆品成分之安全性评估，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外，不得以动物作为检测对象：一、该成分被广泛使用，且其功能无法以其他成分替代；二、据评估资料显示，有损害人体健康之余，需进行动物试验者，违反前项规定之化妆品不得贩卖。第一项以动物作为检测对象之申请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27条，违反第7条第一项、第8条第一项、第11条、第15条第一项、第16条第一项、第17条第一项、第18条第一项或第23条第一项禁止规定之一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金。其妨害卫生之物品没收销毁之。违反第23条之二第一项或第二项禁止规定者，处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锾，其妨害卫生之物品没入销毁之。违反第23条第一项、第23条之二第一项或第二项禁止规定之一，情节重大或再次违反者，并得命其歇业及废止其公司、商业、工厂之全部或部分登记事项。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厂有第一项情事者，除处罚其行为人外，并对该法人或工厂之负责人处以该项之罚金。第35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本条例中华民国105年10月21日修正之第23条之二、第27条第二项、第三项有关违反第23条之二规定部分，自公布后3年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增订第23条之二条文，并将第27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23案《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6月13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王兆吉委员、玉明担任主席，劳动部部长郭芳玉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被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法案时，由王兆吉委员、玉明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玉敏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劳动基准法第20条维持现行法条文，第21条维持现行法条文，第24条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罗明才等提案第43条之一不予增订，第78条维持现行法条文，第84条之一维持现行法条文。我们做以下决议：劳动基准法第20条、第21条、第24条、第78条及第84条之一，均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第43条之一条文不予增订。现在我们继续讨论事项第24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7条及第9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6月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及路政司司长林继国等说明及回应。本次会议经说明及询答完毕，决议另定期继续审查。本院交通委员会复于105年6月2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仍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继续审查本案。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务部等亦均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缜密讨论，原完成并案审查。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陈学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学生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请宣读条文第37条。
第37条，曾犯故意杀人、抢劫、抢夺、强盗、恐吓取财、掳人勒赎，或刑法第184条、第185条、第221条至第229条、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第24条至第27条、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3条至第37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惩治走私条例或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判决罪行确定，或曾依减速流氓条例裁定应为交付感讯确定者，不得办理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计程车驾驶人在职业期中犯前项所列各罪之一，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或依减速流氓条例裁定交付感讯处分后，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处罪行或交付感讯处分确定者，废止其职业登记，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计程车驾驶人在职业期中犯窃盗、诈欺、赃物、妨害自由或刑法第230条至第236条各罪之一，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后，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者，废止其职业登记，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计程车驾驶人受前二项吊扣职业登记证之处分，未将职业登记证送交发证警察机关者，废止其职业登记。计程车驾驶人违反前条及本条规定，应废止其职业登记或吊扣其职业登记证者，由警察机关处罚，不适用第八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经废止职业登记者，其职业登记证由警察机关收缴之。计程车驾驶人职业资格、职业登记、测验职业前在职讲习与讲习费用收取、登记证核发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同交通部定之。宣读完毕。第3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93条，维持现行法条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37条，曾犯故意杀人、抢劫、抢夺、强盗、恐吓取财、掳人勒赎，或刑法第184条、第185条、第221条至第229条、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第24条至第27条、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3条至第37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惩治走私条例或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判决罪行确定，或曾依减速流氓条例裁定应为交付感讯确定者，不得办理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计程车驾驶人在职业期中犯前项所列各罪之一，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或依减速流氓条例裁定交付感讯处分后，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处罪行或交付感讯处分确定者，废止其职业登记，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计程车驾驶人在职业期中犯窃盗、诈欺、赃物、妨害自由或刑法第230条至第236条各罪之一，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后，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者，废止其职业登记，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计程车驾驶人受前二项吊扣职业登记证之处分，未将职业登记证送交发证警察机关者，废止其职业登记。计程车驾驶人违反前条及本条规定，应废止其职业登记或吊扣其职业登记证者，由警察机关处罚，不适用第八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经废止职业登记者，其职业登记证由警察机关收缴之。计程车驾驶人职业资格、职业登记、测验职业前在职讲习与讲习费用收取、登记证核发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同交通部定之。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7条条文修正通过。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10月25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进行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大法官同意权之行使事项。现在休息。